灵感相信吗？身体好的中老年朋友每天早上起来，不是去刷牙，也不是去洗脸，也不是去吃饭，而是在家里偷偷的练习这个动作。您也不需要去公园里面锻炼这个和拉拉那一个，您只需要锻炼一个动作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头、颈、肩、背、腰、腿，一个动作把我们的全身都锻炼到了。只要你每天坚持5分钟，它胜过跑步1小时。那么这么简单的动作，我今天不管您点不点小红心，我都要把这个动作分享给您，记得收藏分享给您最关心的人。那么动作非常简单，我们双脚与肩同宽，好，手臂自然的放松交叉，然后向上甩手，拉伸到头顶，头微微的上扬，然后落脚之后再回来。这个动作叫踮脚画圈，上练肩颈背，下练腰臀腿。每天咱们坚持5分钟，坚持1个月之后啊，您会过来感谢我的。